洪勇一波一波的浪潮来推倒民进党的高墙，让这高墙倒塌，让侯友宜来实现公平正义，让人民有感，让人民有感，我会做到，我相信跟年轻人一起，跟年轻人拼台湾的未来，让台湾的未来，我相信各位挺公平正义，相信台湾会更好的好朋友们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，真的太好了，你们辛苦了。我们要给国昌馆长，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满满的掌声。我们要向前走，感谢大家，掌声欢呼，谢谢。七年前，民进党说要公平正义，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说，司法不让人民相信，司法无法打击犯罪，司法不再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说了这么好听，七年了，民进党的司法改革只剩空壳，空空空，空口说白话，空空超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算一算，光最近外役间修法，说要优先修法，结果变成幽灵法案，我们的警察同仁就白白牺牲了。不但这样子，外役间爽监，爽监是权贵司法的后花园，不让他插，不让他管。我们的警察弟兄流了多少血，多少的生命，恳求民进党赶快修法吧，赶快修法吧。我们的网路购物资格之外线没处理，我们的金管会虚拟货币洗钱管道、人头账户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泛滥，完全不管。NCC 电信境外流断线不追查，法务部、司法院轻判，这才造成我们中央束手无策、毫无办法，不愿意大破大立、展开打诈。所以打诈国家队是在打假的，一没用心嘛。所以警察弟兄说了一句话：将帅无能，烈士三军；将帅无能，烈士三军。所以今天换我来做，打诈骗得越多，判得越重；骗得越多，判得越重，不放过他们。尤其我要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的年轻朋友说，我们的黑道猖獗吗？那你阿弟横行的左，黑道跟枪毒挂钩在一起，无论安怎，予人人民的咱惊吓。所以我上任，我会在秀华成立中央一个黑道帮派认定审议委员会，严格管制黑道帮派。我在这里看到民进党完全这七年没有作为，鬼捉海了了，整治海了了，鬼捉胖胖体，拢总无做代志。话阮来者，鬼捉话阮来者，和民进党落台，和侯友宜来好好啊做。好好做，唔来好好拼一挂。相重要，最重要的，我们用一波一波的浪潮来推倒民进党的高墙，让这高墙倒塌，让侯友宜来实现公平正义，让人民有感，让人民有感。
我会做到，我相信跟年轻人一起，跟年轻人拼台湾的未来，让台湾的未来，我相信大家，希望大家也相信我。公平正义侯友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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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